买了一个他们家自己 bakery 做的肉松小贝，从甜味馆打包了一个螃蟹，还有一个牛油果排骨，就听起来很黑暗料理，但是网上评价都说这道菜很好吃。然后还有今天早上买了斑点虾，准备一会儿吃刺身。七点半。I can just bring it into the light here.早饭准备吃一个蛋黄酥，这个是思思家的，是温哥华这边很有名的一个私厨，然后他之前回国了好像有一年多吧，最近刚回来，我就赶紧抢了一盒。他家的蛋黄酥就巨大一个，我基本上一个人吃一个就是已经非常非常饱了。先吃黑芝麻的吧。黑芝麻切开以后里面的样子，它会有肉松、黑芝麻泥，还有这个咸蛋黄，还有麻薯，就里面料很丰富。然后我还切了一点无花果。
了牛骨髓。是吗？我也加了吗？对。今天要去试摩托车。OK。主要是我身高不够，要去看看脚能不能着地。对，今天是 Vlog 2022-0531。你这个角度啊，真的是。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角度。就是看不到我。简单的装备，首先就是一件皮，买的尺码呢是34码。其实我穿这个尺码是非常非常紧的，包括肩膀那边也是很紧，没办法，就是很大幅度的移动。但他们说骑摩托车的衣服就 suppose 就是这么紧的，才能更好的去保护你的各个关节，就是说如果万一摔车的话。它里面是有一个这种内胆，而且它是这种可拆卸的，就是说夏天的话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单穿一个外套就好了。那手肘这边也有做就是这种防护的器具在里面，所以你也不用单独去买那种护膝啊护手之类的。还有裤子，它是有点像那种 legging， 但是呢它是比较厚实的，然后是防摩擦的这种面料。膝盖这边也是有做防护器具在里面。我比较喜欢这条是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款，因为那个皮是比较短的嘛，如果你就是这样弯腰骑车的时候就后背很容易露出来，但是穿这个裤子的话就能很好的包裹住你的整个腰跟腹部。那这套衣服上身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是一副手套，我这次选的东西基本都是黑色的。这个手套它是长款的，就是能保护到你手肘这边，全部戴上以后就是这样的。这边也是有一块就是护具能保护好你的手腕，这边也是硬的。其实像摩托车很多装备啊，怎么说，它好看的就不是安全性那么高，但是安全性比较高又比较舒适的呢它就没那么好看，所以就选择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双鞋子。这双鞋我真的，我第一眼看到我真的觉得好丑啊。这个就是这双鞋子，是个特别丑。我选的是比较轻的一双，有几双是这边是铁片的那种，自重就会特别重，这双是相对比较轻的，这边就是都是硬硬的，脚后跟这边也是有做防护。那本期的 vlog 就到此为止了，然后我之后也会录一些我学车啊以及在温哥华这边考摩托车牌照需要准备和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就下期 vlog 再见吧，拜拜。